其他消息来关心北检侦办警花城案。伫昨仔顶波的时有提醒洪秀阿爷台北市机关应晓比含伊的助理吴顺平。啊，那昨下波是提醒朱阿虎。另外，外界即马是关心警花城案，若是停工，敢会有公安的记录？市长蒋万安表示，停止施工勘验期间，会依法要求要做好安全的维护措施。吴顺平吗？吴顺平。穿外套、头鸭鸭、行真紧的查甫人，就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尹晓碧的助理吴顺平。跟在后边白头毛、挂嘴暗、提文件、甲手铐扛起来的人是尹晓碧。北检继续侦办检花城案，头仔搁在提醒在案的两个人。董事长有什么要需要看到？北检下晡提醒，搁在向法院提出羁押控告的台北市中平局长、中正外开发董事长朱阿虎，另外为着厘清前台北市长挂问题有关的政治现金、募款的流向，北检则是也指挥廉政署以证人的身份约谈文华东方酒店负责人林明群。根据周刊的报道，传出挂问题的 USB 当中有记录，嘉南市长谢国梁两摆相关内容，谢国梁也出面说明。假如这个。检方有传唤我这边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积极，而且全力配合。太多的细节我没有办法去透露，就是说的确有家族的企业跟民众党有过一些往来。北检表示，就看按照消息来源家己推敲报道，无要评论。针对外界关注警花城停工敢会造成公共安全的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做出回应。停止施工勘验期间，我们就会要求，其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建筑法规，不管是起造人、承造人或监造人，都必须要做好一切安全维护的措施，确保工地的公共安全以及避免对周遭住户的影响。蒋万安强调，伊的撇掉就是坚定依法行政的立场，未受到影响。已经要求建筑管理工程处无受理警花城后续提出施工勘验的申报，安尼已经达成实质停工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